虽然很麻烦哦，下大雨辛苦了，手上让他们呢感受到关先生以及我们最有人气的偶像巨星上户彩小姐尖叫。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两旁的朋友，伸出你的双手，张开你的喉咙。皆さん、熱いですよ。手伸长一点，叫他，叫他。是的，我们两位巨星也看到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所装扮成的罗马雕像。哇，有人握到手了，有人握到手了。几年都无所谓，就是虚荣啊！只要听到尖叫，他